子先，第一个妈妈开始，有无数个妈妈在为她的孩子洗澡，然后才有我的妈妈，然后才有我和我的小孩。如果几十万年里任何一个妈妈一不小心手滑，今天就没有我了。我们用几十万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存活下来，后面其实影片是比较沉重的哦，那个，然后我们送给我们的小孩的礼物是几万年都不会消退的核废料，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现在还有一首歌，我想要邀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我应该现在请发送一下那个歌词好不好？歌谱，这是金曲奖老师陈建宁，就是菲儿，他送给我妈妈联盟的一首歌。然后我们预计，因为这场战，但是这个努力要继续打下去，可能一直要到年底，甚至到明年。我们希望有一首歌可以作为主题曲，让我们把所有的力量能够集结在一起。因为我没有办法常常去跟人家说理去争辩，但是至少这首歌可以让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希望哦。其实很容易唱，非常容易唱。然后呢，也希望如果觉得唱得还蛮开心的朋友，可以把这首歌的歌词传递开来。我们希望在七月份的时候。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六月份会办一个发表会，因为会邀请很多的名人、艺人、作家、记者、演员，还有运动选手，我们邀请他们来一场一起唱，然后做成 MV，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 MV 做义卖，那义卖所得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来旅的小朋友哦，他未来的一些健康的问题的一些医疗哈、哦，还有微不健康的设施。那么我们另外在七月份，我们也希望邀请全国的孩子们跟爱孩子们一起来万人朗合唱，请先听一下，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谁都无
因为孩子是就是要公投的时候，孩子是没有机会去公投的。可是他们却是这个世界上台湾的这个地球上要比我们台湾的土地上比我们这些大人要活得更久的人，还有他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希望他们用歌声，用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权利，自己要争取的权利，应该有的权利。哦，那详细的日期请密切注意。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叫做节能十趴，你我先发。我相信其实这是非常容易做的，我们会有小小的单张，哦，到时候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始发，好不好？那是不是可以？还是这样可以传开来？我请我的两个，刚刚这位帅哥呢，你们看回头看看他，往前看看他，是我们的志工，刘瑜伽，他也是我们以前台视的同事啊。哦，他刚刚我说错了一个很重要的引经据典，引错了，就刚刚讲的那个为外事开太平，我们这个志工同事马上给我们讲说，其实就是北宋理学家张载讲的，好不好？谢谢他，我们谢谢他一下，好不好？谢谢。我刚刚因为常常在背，结果就忘了是谁讲的。他其实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我们希望我们现在每一个在座的各位，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力量，我们就一传十，十传百，我们就可以汇聚我们的真的一个很大的人的影响力。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论据啊，是叫做真理越辩越明。但我们希望大家将来如果要需要去说服别人的时候，有足够的一些数据是值得经得起考验的。那我觉得在说服当中，也是慢慢的让我们身边的人，所有的人都能够体验到，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为自己发声争取。我们不需要让别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尤其是我们下一代的跟未来好几代的。另外珍惜环境，爱护地球。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从现在开始，然后环境跟能源教育从小扎根。未来妈妈监督联核电厂联盟，我们要做的除了是说理，除了是问书之外，我们很希望能够刚刚讲到的教育是最根本的，所以我们希望在台要编辑一些手册跟教材，训练一些种子教师，我们让大家知道，爱台湾不是用嘴巴讲，一定要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做起。那生活当中可以太多要做的事情。我前天礼拜天上礼拜天的时候，去做了我生命第一次的那个直升机啊，哦，那直升机就带我们去那个从台北出发，然后到万里，到芙蓉沙滩，然后经过核子厂上方，然后经过这个翡翠水库。我只有一句话，当然最后20分钟不算了，那时候我想吐，已经晕机到不行了，很昏。但是前面的30分钟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好感动，好开心！我看到那个台湾的山之漂亮，台湾的绿地。你事实上离开台北之后，台北当然有台北的美丽啊，就是很多高楼。可是离开了台北之后，往
我们四周往海边一区真的是太美丽了，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是台湾人，活在这块土地上。但是那个时候在我们直升机上面的有两个老师，一个叫席伯林，他拍的就是空拍台湾，那另外一个叫刘克湘，刘克湘就是自然台湾的自然笔记的老师，也是自然生态的一个非常努力的前辈，他就跟我们讲说，其实台湾的河，你看到我们在陆地上看没有感觉，我们就觉得哦，河边公园啊，河堤防做得很高很漂亮，其实这个河川都已经失去它的自然的生命力。为什么呢？因为它三面都用水泥把你狂孤立起来了。这样的时候，其实河川本来的那个消化的能力、进退能力、自然的生命力已经没有了，它的河的生态已经彻底的改变。那今天也许我们好像依照过去几十年或者是上百年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好像预防它淹水的防波堤或者是堤防。可是现在在气候大变异的情况之下，你很难会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高的水灾来。那个时候，这个三面堤防其实很可能会让我们自己害自己。那这是我学到的一个最大的。就是人不要总觉得人定胜天，我们其实应该更谦卑一点。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报告，谢谢大家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我欢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来互相讨论一下吧。我可不可以发一下？现在大家手中有没有看到一些资料？其中有一张考卷，好不好？可以开灯一下，有没有考卷？有。那个考，考。